哥哥，哎呀，青青啊，哥哥这么疼你，难道他会忍心让你待在宫中遭遇不测吗？快走吧，拜托你好不好？哥哥，干什么呢？谈什么事？拜托你帮我照顾哥哥。好了好了，快快，我会照顾的，快走了，快走，快走，记得好了。青青，青青他失踪了。正所谓上梁不正。